位在晴美草悟道上的南瓜魔法屋，店内装潢别有用心，二楼天花板有很多大熊盯着你用餐，还有许多特别的装饰品，都可以参观拍照哦。店内空间非常宽敞，很适合多人聚餐，超可爱的大熊。旁边走进去是洗手间，非常特别的装潢，到处都是惊喜。上菜啦，餐厅招待孩子的浓汤，番茄蔬菜汤，焗烤饭，哇，好香哦！儿童餐也好精致，面食、主餐、水果都有。鳕鱼蛤蜊套餐，白饭不够可以再续。启动第二个胃，甜点看起来特别美味，推荐来台中玩必吃的特色餐厅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